挑战一天只吃麻麻辣辣的美食，并且每样只吃一口，是什么体验 ？Later， 先来吃一口麻辣烫。过瘾，99分。再吃第二款，这个是麻辣拌。满足指数100分。再来吃第三款，这个是麻麻辣辣的粉耗子。来一口。过瘾，99分。再来吃最后一款，这个是麻辣小火锅。满足指数满分。最后再来喝一个香蕉牛奶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